这幕后黑手都没找着，就此结案？那些知道你过去身份的人，我会想办法解决。我明天去看电影吧。你是林佩玉吗？你们这些人全都该死！喂，苹果。喂，什么？林佩玉，你女儿鬼上身了？我又不会降妖伏伏魔，要不给他找个大法师来给他做个大法。干什么呢？都给我上殿查查去！是，快点！这外边全是他的兵，你只能走这太平间的后门了啊。有病啊，走什么太平间啊，我让你来继续过来照顾你的。这谁有病？你要是怕的话就原路回去啊，我帮你上。别紫霄姑娘，他奶奶的，你好了。哎呀，我这不没好才来医院吗？杜鹃，这老板娘这次吓得真够呛。我琢磨了一下啊，这个有些事儿还是得信。你看，哎，杜鹃，难道你也信这个？哦，原来你也怕鬼啊？奶奶的，老子不怕。我这是替紫霄姑娘多烧一点儿。紫霄，我告诉你啊，老子英雄盖世，那阳气旺盛。看你这小体格啊，这么弱，我替你多烧点啊，放心啊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老子身经百战啊，杀人无数，那真要有鬼啊神啊，他早就来找我索命了，是不是？是，这太有道理了啊。他奶奶的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这，朱探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杜鹃，最近不是特别的乱吗？嗯，我就亲自带人去巡街，巡到黄浦江边，发现一个穿着跟林佩玉一样的女子，于是他就。哎，什么人？干什么呢？人生在世，名利二字，概莫能外。这样活着，太辛苦。哎，别冲动啊！跳舞江的时候，嘴里还念林佩玉电影《凤凰节》里的台词。奶奶的，又出来一个林佩玉，不是病房里要跳楼的那个，不也自称是林佩玉吗？哟，朱探长，你可真厉害呀，
你这下江救人，衣服都不湿的，好身手啊！嗯，嘿嘿，你不是我哪会游泳啊？旱鸭子，我让手下第一时间冲下去的。是他，是林佩玉，林佩玉，他回来了。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林佩玉，他回来报仇了。我今天下午去电影院的时候，然后你就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离开的电影院，不记得什么时候化的妆换的衣服，不记得什么时候跳的江了吗？不记得了，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这儿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你应该见过林佩玉本人喽？那他本人跟你说过什么了？玉阳，他说他被负心人辜负，还说是那个人欺骗了他。他一直这么重复说着的，一直哭。可是我的神志太过恍惚，很多内容我都记不清了。你们大家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？当然。这鬼呀，特别容易从这个地方长出来。你们一定要相信我，林佩玉他阴气这么重，他一定是被冤枉的。求你们一定要帮他找出那个欺骗他的罪魁祸首。你干啥呀？憋死我了！是，嗯，就差一点点。世情薄，人情恶，雨送黄昏，花易落。人生在世，名利二字，概莫能外。你们见我在笑，哪知道我的泪中不只有泪，还有血呀！哎，不行，我得赶紧去电影院看看。子权，子权，苏子权！哎，子权是你叫的吗？叫苏神探，苏大能耐，什么事儿？我刚去巡捕房问过了。原来被鬼上身的人，他们都念过林佩玉生前电影里的台词，摔在刘督军车上那个，他在跳楼之前念的是他生前最新的电影《孤鸿》里的台词。你看看这个，啊，这个是凤凰节的。这个是孤儿类的。哎，这个是他生前的第一部电影《咫尺天涯》的。至于这些嘛，还得再确认一下。这你都看过？算是吧，我们家有电影院啊。那还愣着干嘛？赶紧走啊！哎，去哪儿啊？我们去看电影。看电影？就你们两个？对啊，就我们俩。有问题吗？问题大了，过来。你回来这几天什么都不干，你要把我们累死呀？你把我卖给他的，我不给他干活我干嘛呀？哎呦，你还给我有理了是吧？你吃的喝的住的不要钱呀？老板娘，我帮他付。哎，我跟你说话了吗？啊，还有，你有钱了不起啊？
怎么样？督军，您太鹦鹉了，我要是紫霄姑娘，肯定会被您迷死的。奶奶的，紫霄姑娘长成你这样，老子还不来呢。哎，对，进进。紫霄，紫霄，哎呦，紫霄，紫霄，紫霄，你们老板娘呢？督军，你找老板娘干嘛？前两天，啊，她不是受惊吓了吗？老子今天来负荆请罪来了。哼，你看，你看，还是刘督军关心我们老板娘，这花儿都带来了啊！行了，别拍马屁了，我上二楼看看去。督军，又怎么了？他不在二楼，那在哪儿？啊？哪儿？我记得。这老板娘她应该是在一楼呀。小猫咪，嘿，小猫咪，督军，哎呀，紫霄姑娘，好雅兴啊。啊，看来恢复的不错嘛！啊，嗯，那个还是有点不舒服。什么不舒服？这说的什么呀？老板娘她恢复的好着呢，这不刚刚还在中气十足的教育我呢。对呀，啊，这种人啊就该被教育一下。你看人督军来了，你也不懂招呼招呼啊！哎，快把吃的喝的全上了，快点！行了行了，不用了。我说紫霄姑娘。你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我，奶奶，要是这样的话，老子真跟你翻脸了。怎么会呢？督军，你今天想看什么电影，想吃什么，我都陪你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哼，来，送给你的。哎呦，真漂亮，谢谢督军。哎，那我先上楼换身衣服。好。啊，快去等我，我等你，等你。咦，你们家这门口怎么那么多人啊？还都带着枪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监狱呢。啊，那些啊，那是一鸣哥哥安排的，他说最近世道不太平。不太平。哎呀，我说你家要是没这棺材脸，可能太平的很哦。瞎说什么呢？啊，不过找了这么久，就是没找到那盒燕北龟。什么？哎，我说大小姐，这是你家，你怎么连自己的东西都不知道放哪儿啊？哎呀，我说你们这些有钱人呐，平时就是被人伺候惯了，这要身边没个人，恐怕你们都不能自理了吧？啊！这些东西以前都是我哥收好的，我哥特别爱看电影。林佩玉的电影他都爱看，但是哎，不是，这怎么了？找到了。没打出来呢，我找不到哥哥，他现在下落不明，是死是活都不知道，我真没有。我说你也别这么伤心了，啊！再说了，你都找到我苏大能耐了，那就离找到你哥不远了。
现在我们就先来找找线索，有了线索不就离找到你哥又近了一步吗？啊，陈总管，小金条，大小姐人呢？大小姐在楼上书房看电影呢。为情郎愁断肠，天涯何处泊情郎，关不住北原春色东。唐小姐，刚刚雁北归的这句哟，我还以为是林佩玉回来了呢，这走路不出声儿啊。啊，一鸣哥，你回来了。嗯，怎么在调查新的线索？那当然，等你回来不就黄花菜都凉喽。那说说调查出什么来了？我们今天下午看了一些林佩玉生前的电影，其中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规律。那些声称被林佩玉鬼魂上身的人，除了说几句电影台词外，其余也都是说被负心汉所欺骗。但这负心汉是谁，在哪儿干什么的，一概不知道。所以啊，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。那他们编造这个谎言的目的何在呢？现在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巡捕房的人已经着手开始调查林佩玉自杀的原因了。他们的目的也许就是这个，引起舆论关注，逼迫政府介入。那这么说的话，这背后一定有一个人帮他们组织策划这一切。有道理。苏先生，我们督军有事找你。这找我？这边请吧。苏兄弟，我可找着你了。我苏兄弟，苏兄弟，老子让你帮我个忙。不是督军，这请人帮忙哪有拿枪指着的呀？老子管不了那么多。你一定帮我把子潇身上那只女鬼赶走，行吗？啊！这个电影实在是太感人了，老子一个铁骨汉呢，都感动成这样啊！世情薄，人情恶，雨送黄昏，花易落。不是，子潇姑娘，你这是咋的了？啊？子潇。嗯。子潇是谁？我是林佩玉。子潇姑娘，这种玩笑你可不能乱开啊。我死得好惨，我被那个负心汉害到这种地步，变成厉鬼向他报仇。督军，你要替我主持公道呀。督军，督军，停车！老子不管，他妨碍老子搞女人，老子就搞他。咦，我搞不懂他，我弄死他。我到那时候，子潇姑娘就真的死了。到那时候，老子一枪我毙了你。什么？刘督军要枪毙你啊？哎呀，你真是太可怜了。可是我也没什么办法呀，我一定会把你厚葬的，放心吧。老板娘，
娘，苏子权就是一小伙计，这督军说杀就杀呗。不过我死之前一定要告诉他，你在装鬼吓唬他，督军一定不会让我孤单，一定会让你来下边陪我的。你个杀千刀的。哎，散了散了、休息吧。好，谢谢老板娘，谢谢老板娘。你快想办法，我可不想陪你。我又不是神仙，上哪儿去找那人渣呀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那个人应该叫白云飞，他自称是南洋富商。一鸣哥哥查出来，自从唐家把林佩玉捧为大明星后，他就开始社交不断，还认识了这个叫白云飞的男人。这个姓白的男人就经常会出现在林佩玉身边。这又探班又包场还送小洋楼，现在的骗子都这么舍得花钱？一鸣哥哥也是这么说的，可是这些都是很普通的东西啊，我也可以送给你们呀。我不想听你说了，你继续。哦，后来他就找一鸣哥哥说要解约的事儿，又说他的未婚夫开了新的电影公司，请他过去助阵。后来又说他要结婚，相夫教子。可是还没等一鸣哥跟他详谈，他就已经跳楼自杀了。哼，现在的男人靠得住啊？这猪都会上树。哎，你说这林佩玉怎么想的？他为什么会因为一个男人就丢了自己的饭碗呢？你说是不是？看我嘛，我是我，靠得住。你能不能积点口德呀？我乐意。林佩玉的经济状况其实很差，估计都是被那姓白的给骗的。而且除了吃饭跳舞送花篮，那个男的也没有给他花什么钱。哎，不是说他之前给他买了一栋洋楼吗？就连那栋洋楼啊都不是白云飞的，是一对外国公使租给他的。这还是空手套白狼啊。我说现在的男人怎么都这么贱呢？不是，你别老看我行不行啊？不会是拆白党？是什么？这拆白党啊，就是一群专门骗女人钱的男骗子。他们特别擅长伪装，经常伪装成做生意的有钱人，当他们锁定了目标，他们就会穷追不舍。试想一下，一个长得又帅又有钱的男人对你穷追不舍的话，你是不是会动心呢？不是，你围着我说干嘛呀？我会中套吗？哎呦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刘督军要不是那么粗鲁，不那么直接，这说不定早就从了。你要死啊？那些女人上了拆白党的钩，之前投入的几倍或者几十倍的钱一下子就回来了。只可惜这林佩玉好好的电影明星钱没了，什么也没有。不过就算他真的活了下来，这拆白党也会把他卖到娼妓那儿，会消耗最后让他一滴血都不剩。太可怕了，人渣！这种男人就应该千刀万剐了。现在的关键是我们上哪儿去找这个白云飞啊？关键是我们即使找到了这个白云飞，这个林佩玉是自杀的，
这也不认罪啊。这个简单，当然是以骗制骗，引他出动，捉奸捉双，捉贼捉赃，到时候我们再找一个又单纯又漂亮的女子，逼她就范，然后一举拿下。这个角色太适合我了。论气质，论长相，论头脑，这一看就非常的适合唐小姐。真的，好好玩啊！这不行，这不是羊入虎口吗？你看看你有没有我这腿脚？这他一过去被那个了怎么办？对不对？那我找一个助演，暗中保护我的安全，这样可以吧？这个我早就想好了，最适合的人就是我来。儿时的承诺你还记得吗？只字与起手，梦儿晃悠悠，一步一脚丫，说好一起走。你在哪儿呀？我在想你呀。最后那一句，说。